麻将巴掌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万一不是呢？巴掌，肯定是，肯定是，以我多年经验，肯定是。嗯，打错，我错啊，那行，那我这边先溜了啊，你加油啊！你不上大师吗？正好一起上大师呗。啊，我明天上大师晋级赛，正好可以直播嘛，是吧？效果更好啊，我。你现在一起上大师不趁热打铁吗？你觉得呢？哎，对，我需要冷静一下，我太热了，我需要冷静一下啊。拜拜，你明天再没上不了大师。明天这样子吧，你打到明天，我们到时候再上牌上大师一样的。先我先去休息一下，睡一个大觉，明天再牌啊。明天你估计早上下不了播的吗？是吧？哎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啊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我说实话啊，霸子多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啊。戴大师问他还不乐意，我说实话。分球。要把符文丢，啊，这样杀你这顶得住啊！啊，不过这韩服的系统啊 ，MVP 评判的跟他不按常理来啊。别看他十杠零，可能我二杠零更猛一点。把这马干死吧，干死！哎呀，把这马踢回去啊！你这盲僧都会玩。Destroyed
稳住。看能不能放一个赌神的音乐啊？是放赌神呢，还是放一剪梅呢？先把赌神的音乐放起来吧。请把顶天立地打在言而无信上啊，兄弟们，请把顶天立地打在言而无信上。我就问你们，我今天这三个 MVP 行不行？有没有让你们令你们折服？有没有让你们改观？有没有让你们觉得牛逼？有没有？兄弟们，有没有？